摆摊肯定是增加了我们个人的一个收入，因为它也不会占用我太多的一个时间。我们每天的话是下午5点出摊，一个月下来的话，可能有几天是下雨，除掉下雨的话，正常出摊时间有25天这样。就是营业额比较差的话，也是有1000多，好的话2000多3000。人流是比较平时是比较大的，高峰的时候有3-4万，这里面基本上水泄不通了。他们一个摊位，在人流比较大的时候，起码一个摊位都有2-3千的收入。总的话可能高峰期可能一个晚上的营业额能达到30-40万。